预备 ，One, two, three, go！ 好，简伟如可以说是在金九哦，在整个比赛之前，我讲金九很期待的一个新生代的射手是骑兵啊，往往他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好像都是超越同年龄的一个心智的成熟度了。目前拿下了三分。那金九所拍出来的选手是老少配了哦，另外还有杨哲宇。目前在两个点投完之后的拿下六分。我他一样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出手的速度，是是是，因为他的拿球完了以后，在第一个时间呢，他是拿到腰部以下，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到，腰部以下再拿上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间会花的比较多一点点，而且也会比较耗体力的。在这个点当中，杰瑞如大致已经发现到他的时间有点不够这样的。对，好，目前分数十分，时间越来越少喽，在大概十二秒左右，甚至再快一点点，留到最后的是三秒，在最后一个第五个点。好，他得到分数是十分，是拿下了十分。